哇，準備咗功夫。喂，今次咧想揾啲圖片咧可以精彩少少咁樣，所以咧就搞咗好多上網去 search 一啲嘅圖片啦。因為點解今次個有啲複雜嘅，要解讀嘅話，所以一定要抄啲圖片助攻。係一定要有啲相喺度唔得，嚇！因為你同我講嘅話，我都點解係少少唔同因為我就實睇手頭資料睇到頭霧水，點解咪最上邊嗰層明明一個金字塔，點解最上層嗰層咧最範圍最大，聽到頭霧水，反而最底嗰層咧好深，但係又唔大好細，即係點樣咧？唔通倒轉咗金字塔咁樣係嘛？唔係，所以就哦，睇完圖片就明啦。唉，因為點解咧？今集嘅話題係咩咧？今集係一個喺印尼啊，印尼。其實早好多年前，十幾年前咧，就發現咗一個金字塔嘅一個建築物。咁啊，而因為佢當時嚟講啱啱發現，都要開發出嚟去掘出嚟，因為點解咧？佢成個咧喺外形睇咧，你以為係一個三角形嘅山峰，因為俾草、俾所有植物啊、草啊咁啊冚住曬嘅。啊！就好似外形就係咁樣啦，離遠即係之前未發掘開咁啊，一個尖角形嘅山咯，山咯，又草又花又植物先。後期啲人即係一啲印尼嗰啲考古團隊探險隊咧，去到呢個地方時咧，掘下掘下，發覺咧，原來佢唔係一個真係嘅天然嘅唔係一個天然山咁簡單。咁啊開始就發掘掘鑿開裏邊，咁先知道原來係一個被遮蓋咗、隱藏咗嘅一個金字塔。系啦，咁我开始今次嘅标题之前咧，就系继续同大家打招呼。咁我哋原天频道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星岛电台嘅各位听众亦都大家好啊。咁另外就系喺罗汕嗰边嘅 TikTok Central 嗰边嘅观众又大家好啊。咁啊呢边 local 嘅 Canton Castar FM 嘅听众亦都大家好啊。咁另外就系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嘅，系啊，香港嗰边嘅 SF 247 Live。系啦，咁啊，嗰边嘅观众大家好啊，大家好，系啦，咁啊，入到我哋今集嘅呢个银河照镜之星际移民录，咁啊，讲一啲古灵精怪嘢，咁啊，上集啊讲鬼灵精怪，今次系古灵精怪吓，咁今次讲嘅系咩咧？就系喺印尼发现咗呢个嘅远古时嘅金字塔，点解值得惊讶咧？好多考古团队去研究咧，就系、是、嗱，我哋所知啦，我哋认知嘅，譬如埃及嗰边胡夫金字塔之如此类，系咪先？嗰陣時話已經哇好歷史悠久啦，好多年之前起落啦，咁樣好巴閉啦，咁樣之如此類。但係我哋翻睇翻啲資料，喂，我哋個最古老嘅埃及胡夫金字塔起嘅時候，大概建於5000年前，大概5000年前，即係公元嘅3000幾年前。咁就好啦，都幾耐啊？都幾耐啦，係咪先？好耐啦。咁啊，而其他咩英國啲巨石陣啊，之如此類，都係大概係嗰段時間啊，5、6、7千年前嗰啲啊。咁啊，即系都系我哋有印象中系应该人类社会时代嘅产物啊嘛，诸如此类咁样。好啦，呢次印尼呢一个嘅金字塔，佢哋揾到佢呢个金字塔系由不同年代不停咁样起出嚟嘅，一层一层起开。OK， 好啦，咁起出嚟之后咧，佢哋发觉由第一层开始起。直至起到最後一層的時候，相隔了個年份幾千年，而佢最早起的那一層是在20000年前左右起的。哇！20000年前，係啦，即係話佢由起早過埃及嗰個好多年，係啦，變咗我哋好難推斷佢嗰啲所謂幾時嘅產物。佢大概而家專家只係話。即係佢分咗兩個階段唔同嘅時間嚟起，所以佢估計咧大概追溯到可以最早咧，應該可能喺8300年前起好，或者至到3500年前起好。咁究竟係真係幾時起咧？咁啊，只係個冇乜一個確實嘅一個證據啊、答案啊咁樣噶啦。就總之就係話。曾經在那裡居住的一批的文明，這個文明種族可能是經過兩代人，或者可能經過幾代人，就可能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的文明，只不過這邊的住完之後，第二個文明來了，現成有舊東西再加工，加下去吧，所以現在還是在探索階段，證明究竟是哪一個 exactly 的文明在那裡建了一個這麼龐大的，因為本身這個地方原本是一個死火山的山口來的。
即係唔再爆發嘅火山嘅山口。咁啊，啲佢哋咧就喺度居住，然之後喺度起嘅。嗱，呢個邊度咧？係印尼西爪哇嘅玉屎巴東山。啊，呢個山咧具有歷史悠久嘅，起碼超過萬年歷史嘅。即係呢個山造山運動形成起，即係出現咗呢個山啊，地殼變動之類之類，到今時今日起碼超過萬年嘅啦。呢個山 ，OK。之後幾萬年前啦嚇，咁好啦，咁呢個山咧，佢一直都係一個風景點嚟嘅啫，喺當地嚟講，唔叫三角形山咯，你見到圖都知啦，即係我哋就咁睇個圓圖噶嘛，最初最見到圓圖咪咁咯，啊，一個三角形山咁啊，呢啲山就好話唔好聽，呢啲咁嘅山，你去到周世界各地周圍嘅地方，唔同嘅地方，你都好容易會見到，係啊，所以佢又唔係特別高，係啦，佢又唔係特別高。啊！佢比一般山丘高少少，咁而去到後期咧，因為啲探古考古學者啊，去到周圍揾緊啲古文跡啊，乜咁樣嗰啲考古團隊喺嗰度咧。嗱，佢最初公布嘅時候咧，嗱最近期公布咧咁樣，係喺上年嘅4月17日開始有啲新聞發布會度公布嘅。嚇，而佢最早嘅時候咧，其實咧第一次話揾到嘅時咧，已經係2018年12月嗰時咧，喺美國舉行咗一個叫地球物理學會嘅年會上邊咧，一個印尼團隊就發布咗佢哋喺呢個地方揾到一個上萬年歷史嘅金字塔物嘅遺跡。嚇，即係話2018年之前就已經揾到啦。喺2018年就好似公開，到最近咧，4月17日咧，即係再公布多啲 detail 啲嘅information 啊，咁樣之如此類咁樣嘅。咁啊，而呢個最緊要就係話，佢可能最少建於9000年前，或者甚至乎至到20000年前，即係比胡夫金字塔建造嘅時間仲要早幾千年，至甚至乎早成萬年。三倍啊！咁所以好震驚啦！哇，當時已經有文明、有古文明嘅人會用一啲金字塔式嘅形狀嚟去建築一啲嘢，只不過佢比較唔同啲，佢一個大範圍，佢唔係一個小金字塔。啊，胡夫金字塔啲好對型，但係佢一個墓，即係據傳説就係一個墳墓嚟噶嘛。啊，所謂啦，所謂墳墓嘛，但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其實嗰啲金字塔嘅作用唔係淨係墳墓咁簡單噶嘛。啊，呢好多個講法係咪？而呢個金字塔係要依個成個死火山嚟，所以範圍係 N 咁多個嘅金字塔咁大噶嘛。佢係直頭係圍住個山咁起嘅。係啦，喺個死火山上面起出嚟。嚇！即係由個火山口入邊起出嚟咁樣嚇。咁而佢起嚟做咩？喺度生活而居住嘅。哦，即係喺一個金字塔式嘅建築物嘅 building， 我哋住人嘅，就唔係咩墓地，又唔係咩祭祀用嘅，佢一個好巨型嘅金字塔型嘅建築 building， 居家 building， 啊，金字塔式嘅 apartment，Las Vegas 嗰個係啦，冇錯啦，咁可以住人㗎，因為我發覺咧，佢每個層段上面咧都有唔同嘅生活嘅痕跡。啊！佢裏邊同埋成個建築群咧，係整得好好，因為佢發覺咧裏邊好多石啊、木啊、砌啊、搭啊咁樣之如此類。咁你見到就再最初掘開啲樹，見到嘅啲嗰啲樹啊、木啊嘅遺跡啊嗰啲咁樣嘅嘢。咁然之後咧，佢哋再睇下高空拍攝咧，就嗱成個山頭咧就係佢哋喺呢個山頭上邊就係居住噶啦。只不過佢裏邊掘咗一層深入去，咁樣我嚟用嘅。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呢個係一個好巨型嘅金字塔建築物嘅居住環境建築物，唔係嗰啲咁款嘅建築物咁樣。咁啊，只話佢所有尖塔型起嘅嘢都叫金字塔噶，係咪先？唔一定要尖頂嘅。OK， 好啦，咁啊，而佢哋發覺，咦，有個咁嘅建築物就開始掘喺入邊啦。咁啊，發覺咧佢裏邊咧有帶俾好多啲考古團隊嘅驚喜啦，因為好多嘢喺裏邊掘到出嚟咁樣。咁啊，而最緊要話，首先歷史悠久，即係話哇，原來好遠早嘅時期嘅一啲喺當地居住嘅一啲嘅部落啊民族啊，佢哋嗰啲原來已經好聰明地識得利用啲。你諗下，哇，20000年真係石器時代喎，如果真係20000年時，你係石器時代，可能再早啲添。係咯，你人。啊！新石器時代15000多至8000多年前啊嘛，舊石器時代啊，而家2000嗰個係舊石器時代添嘅咯喎，而家真係舊你話幾驚嚇嘅喂，舊石器時代人可以居然識咧，利用一個死火山口嚟去起一層一層嘅嘢嚟去建築係嘛？到後期喺度生活咗好多千年，裏邊包括咗嘅多個成個格局咧係有佢哋咁樣睇咯，因為佢一層一層住落去嘅，山腳下邊嗰啲咧就比較平民啲嘅。
越最高嗰啲就係當然而家印象啦，係嘛？住山上面嗰啲梗係有錢佬啲啦，貴族啊、統治者啊，係嘛？係，但係冇電梯喎、啊，大佬嗰陣時冇，一上山你翻屋企出去。住在上面嗰啲貴族就唔使自己走落嚟噶啦，山下邊人搞啲嘢運上嚟啦，咁樣啊嘛，係咪先？係嘅，通常都係咁啦，係嘛？佢話原來最早咧，呢個印尼團隊咧係喺1914年就發現呢一個咁樣。1914年。係啊，已發現咗呢度地方唔係普通嘅山頭。好早喎、啊。係啦，但係由於當時嚟講咧，八年前山長水又遠，有1914年嗰啲啦嘛，工具嘅 everything 都唔係好先進嘅情況之下咧，離遠見到有三角形嘅山，只係當一個景咯，即係佢哋發現到三角形嘅山好奇特，懷疑有啲嘢，但係當時嚟講咧係冇能力去開發，以為係自然形成嘅啫，咁、所以從來都未去細心去揾人咩嘅，直至到咧係好多年之後咧，偶然地又會喺嗰啲即係啲團隊導遊啊，至少當係景點帶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多方探測就發覺，咦，唔係一個山嚟嘅，裏面有啲嘢嘅喎，即刻盜墓筆記上身咁。咁啊，咦，遺跡嚟喎，咁啊開始就印尼警方、印尼官方就開始大規模咧去發掘啦，咁樣咁啊，令到咗嗰啲即係發覺，預住裏邊係人工手掘手作出嚟嘅。人工手作出嚟嘅，咁就哇！有個古文明曾經存在喺呢一度啦，好驚訝咁樣。成座山周圍咧，總面積大約係15公頃嘅一個地段啊，好大，好大，好大，住咗全部係人工建築啊，即係只不過俾外層有一個土壤冚住咗，再加埋喺上面沙草、樹木薄，所以以為係一個山頭嚇，係、個森林，但其實原來唔係，刮開咗之後就好似個鏡頭咁樣，發覺裏面一層一層有嘢嘅。嗯咁好巴閉，咁啊，跟住咧就話。越掘越深，就發覺下底仲有其他嘢，咁啊，所以咧，再誒啲咧就變咗，哇！有啲大規模嘅發掘啦，咁啊，最後咧，佢哋又發覺咧有好多層喺裏邊嘅，有成通常3-4層嘅呢個金字塔，3-4層，係啦，咁最初睇我睇，我最初睇個資料，咩最外層、最外最上面第一層咧係最寬闊嘅，咁想上面最寬闊。越嚟越小，咁唔知倒住個三角金字塔，咁點會叫金字塔咧？咁樣即係聽到一頭霧水，咁心諗睇下，哦，喺因為佢喺個死火山上邊，咁即係外邊咧係外邊包住係一層，包嗰層上面所謂第一層係包住成個山嘅第一層，所以個環境就係好似而家呢幅圖咁樣，佢就有啲人展示圖啊，呢個係網上圖片啊，多謝啲網上朋友啊，呢個就係網上圖片，佢就係外面一層黃色嗰就係外面一層包住咗嘅一層，嚇，咁而家第二層咧就係綠色嗰層，第二層就包再喺度包另一層，最底嗰度咧就紅色嗰 part 就係最內心嗰層，所以變咗最寬闊嗰層就係最外邊第一層啦。啊、外面嗰層咧係足足成30米，啊，即係話大概高30米，分為4層咁啊，成個30米好，30米係啊，即係由頂到裏邊咁啊，30米咁啊，而分為4層嘅，total 有4層嘅咁啊，而第一層咧係由啲泥沙混合土搭冚喺上邊形成嘅第一層，OK， 咁啊，而第二個放射性碳元素 check 過啦，外邊呢層。冚嘅呢層咧都有成20000年歷史，咁所以佢就認為咧裏邊咧可能更加遠古，又或者之前啲人喺裏邊住咗先，然後最尾先即係唔係外邊一層冇喐過，可能係慢慢掘喺裏邊，唔知總之唔知點樣起法。OK， 而第二層並認為咧就係、是、外邊一層咧就係嗰啲混合嘅沙土石啊砌成啦，咁而第二層咧就係用嗰啲天然嘅岩石整成嘅。OK， 而當中咧有石柱啊。有陣即係有石柱陣墮落，即係承托住嘅，即係話喺古石器時代嘅人已經識用起石柱頂住地底度，係好 amazing 嘅一件事嚟嘅。啊，呢個已完全識起一件事咧，起到嘅係另外一件事。係啦，我相信咧話史前人類所建造，但係史前人類可以起到咁咧，嗰、那個文明其實嗰個史前人類都好已經好有智慧㗎啦，已經好勁㗎啦。而第三層咧係有成15米深嘅，而當中咧就有一啲嘅用嗰啲巨大嘅地底。底空間有好多穴一個一個窿嗰啲穴室嚇，一個、啊、一個
一個室啦，一個房間，但係好整到一個窿咁。古寫時代點會咁講究？一個窿當係一個瞓覺地方㗎啦，係咪先？咁啊好多呢啲啊瞓覺地方嘅室咁樣嘅。而家外邊最頂嗰層就係外邊就係後期啲民族喺上面住嘅地方，有咩有廟啊，有祭壇，有種菜地方啊，有嗰啲跨嘢㗎。在個山上，即係類似咁樣咯，即係可能是後期啲人搬到嗰度住嘅時候咧，喺上面還原整有個咁嘅地方喎，喺上面。啊，咁但係嗰啲係咩民族啊？暫時未，佢未清楚究竟係邊一啲民族喺裏邊住過。有冇骸骨啊？佢哋冇乜講過有冇骸骨，佢就係知道咧底下嗰層咧就係好耐以前起落㗎啦。咁究竟咩人喺裏邊生活咧就唔知嘅。而第四層咧就喺個玄武岩所建成嘅，亦都係最低嗰層嚟㗎。嚇，咁啊全部是人工修作的痕跡啦，咁啊放射性去睇最晚嗰即係最後嗰段整嘅掘出嚟嘅建築咧，即係最底嗰層啦，因為佢係由上面掘落去嘅嚇、嗯。而最底嗰層咧就係、是、應該係由8300年前至到3500年前整好嘅，咁即係最底嗰層都咁耐歷史啦，面層嗰啲掘落嗰啲咧就再舊啲嘅，咁、嗯、就。哇！咁就推斷，哇！差唔多成20000年前，我喺漫長嘅時間裏邊，呢、這個俾人覆蓋住嘅一個金字塔，究竟係啲乜嘢人喺裏邊起過咧？點解起得咁隱蔽？要喺個山入邊咧？啊！咁啊，作入去嘅喎。而家外邊咧就有其他，即係頂嗰度，更加有其他後嚟可以居住嗰啲人嘅部族嘅房屋啊、廟宇啊 ，cover 曬喺上邊嘅喎。但係嗰扎人亦都消失咗嘅咯喎，所以先後期先俾所有樹木遮曬。咁究竟呢度曾經居住咗幾多種唔同嘅文明民族喺裏邊咧？而最早起呢扎嗰啲又係乜嘢人咧？就話點解喺古寫時代已經咁高智慧，識得咁掘落入邊起，用起石柱嚟晾住凍住喺度嘅喎？咁即係呢啲全部只一個一個謎咧，到今時今日咧係仲係未有一個確定嘅一個講法。OK， 咁所以咧。印尼當地的專家依然是很細心的 去研究去發掘究竟這個是什麼東東是哪個人起是用來做什麼的樣、啊、是住了什麼人呢樣因為你永遠就是20000年前已經有文明了古寫時代但是那時的文明應該是很粗糙很你都個石器時代，好簡陋咯，好簡陋嘅，即係你原始呢啲全部用手鑿喎。你諗下，哇！要鑿到喺個山入鑿到咁嘅嚟，去整個山洞或者個地底世界咁樣，都係一件相當工程浩大嘅事。咁有啲乜嘢嘅古好難聽嗱？你諗下，當年舊寫時代都係狩獵為生㗎啦，係咪先？係啊，啲人有時間都係。獵食先，醫咗個肚先。咪咯，啊，即係可能比動物人好少少啊，但係都揾即係識起啲簡陋嘅穴室，作啲穴室嚟去住啊。OK， 咁但係就喺地底度作嚟整嘅話，哇，都相當龐大。即係話呢個種族，呢、這個古寫時代嘅呢一批人嘅種族，首先咁大範圍去起嘅話，都要好多人手啦，係咪先？即係呢個族群都幾龐大下喎，人數都幾多嘅啦喎，已經好多。你諗下你。圍住嗰一個山喎，咪咯，係啊，你要包住佢喎，嗯，你去邊度？第一啲材料喺邊度揾啊？佢鑿空佢咯嚇，但係你記住喎，最底層係花崗岩，係咯，啊，我就算係當係最後3500年前嗰陣，有啲工具勁啲啦嚇，你鑿下低最底嘅花崗岩，咁頭兩層上面嗰啲啊。嗰啲更遠成10000年前，即係石器時代啦，即係真係用石仔慢慢用石用啲硬啲嘅石仔嚟鑿開佢嘅啫喎。點做啊？喺火山附近應該會容易俾佢揾到嘅就係火山岩，就係、是、黑曜岩。係啊，黑曜岩相對比其他顏色硬㗎啦，即係可能係用嗰啲嚟鑿咯。啊，咁但係哇，你鑿到咁大範圍，成個山頭嘅話都要起到好多人啦。咁好多人去鑿嘅話，唔使要獵食㗎。咁又要獵食，獵食翻嚟仲要鑿，哇，好辛苦啫。太辛苦了即係可能佢分咗，即係佢肯定嘅族群，呢、這個族群肯定要好多人，即係有一半人要出去獵食嘅，另一半人就負責起嘢嘅。啊嚇！你一定要分兩批咯。係啦，係啦。好難，你好難餓獵完食之後去做嘢。係啦。點做啊？咪就係咯，做幾多袋嘢要？咪就係咯。咁其實咁樣嘅做法嘅話，喺古代嚟講真係好 amazing 嘅事，所以引嚟好多嘅考古團隊繼續喺度探索。咁希望咧，佢哋將來會有機會咧，可以再 detail 啲功課，究竟揾到啲乜嘢部族證明咗啲咩人裏面。因為最緊要就係揾唔到骸骨，暫時
啊、你有骸骨，你仲可以驗證係啲咩人種啊？乜乜乜乜？但係你骸骨又冇，就係知道喺度追住過咁樣，即係生活用品一少少石器嘅石器時代生活用品嘅嘢咁樣，咁變咗你好難去判斷究竟係啲乜嘢人種、咩部落啊咁之此類。正如好似其實我哋世界上面嘅埃及嗰啲金字塔，我哋而家地面上面揾到金字塔就咁多個啦，但係而家更加多，因為開始人造衛星啊，開始嗰啲星立探測之類科技越嚟越先進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好多知道成個埃及附近好多地方地底下邊有啲 cover 咗嘅舊啲嘅金字塔噶嘛。哦，係啊，嗰啲比喺地面嗰啲咁上嘅歷史仲要耐。咁舊咁而家地面上面嗰扎啲人啲好多考古家已經開始慢慢推翻個定論，就話未必全部都係埃及人去起。啊！因為有啲比埃及人存在喺呢度嘅時候，仲要耐歷史嘅金字塔，咁嗰啲係邊啲人起咧？喺地底嗰扎仲要耐歷史啲，咁、就即係早過埃及人嚟呢度嘅喎。同埋埃及嗰啲金字塔未必係埃及人去起嘅嘛，佢哋有講、我聽過啦、我聽過就係話嗰啲金字塔一路都已經喺嗰度啦嘛，係係嗰啲埃及人去到嗰度先至喺嗰度附近起佢哋嗰啲他們住的地方而已。是，所以說這個究竟即但是後期現在即很多還有一些正統的、考古家都覺得是埃及起的，但是他們找到更加多的更加遠早的那一集，那一集就真的不知道哪些人起了、因為在地底下面嘛、即暫時探測到未去掘出來，陸陸續續沙漠入邊，喺沙漠出嚟，陸陸續續掘到啲出嚟。咁但係呢啲發覺咧，藏喺沙漠度嘅歷史好悠久，即係比而家地面上邊嗰啲仲要耐。咁你地面上邊都五千年前啦，地下嗰啲起碼六七千年前、八千年前，咁嗰時埃及人都未嚟。係啊，甚至好多人講啦，而家好多證據證明啦，獅身人面像存在嘅時間係耐過埃及人喺度存在噶嘛？即係獅身人面像好狠，即係好大機會係即係更加而家越嚟越多嘅考古科學家都相信獅身人面像本身唔係埃及人起噶嘛？係啊係啊，埃及人嚟嗰度獅身面像已經喺度啦。嗯，佢哋現成嚟做嘅啫，現成嚟用嘅啫。咁但係獅身人面像耐啲定係啲金字塔耐啲？獅身人面像耐啲，再耐啲。因為佢而家咧，佢喺個獅身人面像嘅底部揾到啲。曾經被水浸過嘅石跡啊！呢啲水當年講曾經有個大洪水嘅時期，已經係將近成萬年前噶啦嘛。哦，即係呢個萬幾年前獅身人面像，獅身人像可能萬幾二萬年前就已經喺度噶啦喎。如果唔係冇嗰啲水下底層個石係冇呢個石基裏邊係冇水浸過痕跡噶嘛。Okay. 因為過去嗰萬幾年都未有水浸過嗰度，即係呢個喺大洪水時代，即係喺萬幾兩萬年前噶啦分分鐘。即係啲金字塔係獅身人面像屙出嚟嘅，咦係喎，係佢啲背背嚟嘅。呢度凳舊，嗰度凳舊，凳到咁滯啊！我成日發啦，喺度先咁樣。可能呢個印尼呢個都係獅身人面像走過嚟，屙完之後跳翻過嚟。獅身人面像有幾多個啊？一個，一得一個啫。據講一個。但係咧，有好多地方揾到啲細擺獅身人面像，因為未掘出嚟啊，有咁啊。考古傳聞流出嚟就係話，喺某個埃及附近一個沙漠地底嘅地下邊發現其他新嘅金字塔群喺地底下邊、要慢慢要掘。咁但係個群裏邊咧，好似仲有一個迷你細版少少嘅獅身人面像嘅建築物喺個地底下邊咁樣，有咁嘅講法。咁、但係因為一日未掘出嚟，未有專家去公布證明，我哋唔知聽咁聽住先啫。但係。又有另一個傳聞就話咧，喺古巴發現咗古巴個海域附近嘅海底發現咗有金字塔同埋獅身人面像同埋巨石陣嘅。我啱想問你海底會唔會有添？係啦，係啦，咁啊，咁啊，呢個咧就古巴啊，喺古巴嗰邊啊，咁啊呢個咧，今集我哋講咗都係廿幾分鐘啫，我將呢個呢一單嘅傳聞，因為點解咧？冇圖片公布過，冇官方圖片公布，係啦，所以我哋只係當一個傳聞咁聽。呢單消息咧就喺上年嘅七月呢啲網上新聞發布出嚟嘅啫。OK， 咁啊，究竟真實性有幾高？唔知，不過你又自己可以上網查，喺古巴海底發現咗擁有金字塔群、獅身人面像同埋巨石陣嘅一個建築物啊。咁啊，當時嚟講咧，科學團隊。就話咧，佢哋喺古巴海岸附近嘅海底收集嘅數據，顯示就一個咧先前未知嘅古代文明嘅一個存在證據。
啊，據當地嘅報道嚟講咧，話喺好多年之前咧，喺尋找你知啦，不嬲都好多啲海底掘塔尋寶嘅公司噶嘛，係專係海底尋寶噶嘛，都幾好賺嘅。如果一揾到嘅話，一定啊，都盆滿盆滿噶。因為有個講法，而家喺世界有一間最出名嘅海底打撈尋寶公司，而呢個老闆佢係同登月嘅阿北係friend嚟嘅，而佢手頭一份地圖，呢份地圖咧係人造衛星高空影落去嗰個海底嘅一個圖。佢呢個圖咧就係據講據傳聞啦，因為點解呢公司揾到咁大咧？因為經常揾到。而佢點解成日經常揾到海底嘅寶藏呢？就因為咧，據傳聞就係話阿波喺太即係收命喺太空站衛星嗰度，喺衛星嗰度咧就攞啲數據出嚟咧，就經過衛星嘅探測射落去咧，影到海底某啲地方有啲神秘嘅不明嘅物體嘅影喺個底嗰度，可能嗰度有嘢。咁佢就將呢個圖咧就俾咗佢呢個 friend， 咁呢份就去打撈。就組織咗個公司，呢個掘寶團隊公司，咁咧就經常都掘到好嘢，所以就變咗發得大財。明白嚇嚇，因為掘到好多啊，好多啲即係史前曾經沉過嘅船啦、你知道以好多噶嘛，運個商船沉咗裏邊好多啲歷史，黃金歷史嗰啲咁嘅嘢之類啊，甚至戰前嘅一啲嘅飛機啊之類咁樣。揾到咁，所以經常打撈到好嘢咯，上嚟攞嚟賣咪發達咯。咁所以嗰個人就好多錢嘅，因為據講就係佢有呢本筆記簿，呢本筆記簿就係阿伯寫低 mark 住邊個位有啲咩，邊個位有啲乜嘢咁樣啊。唔係有即係當然個圖片拎唔到出嚟啦，但係佢可以自己 mark 低啊呢、這個海域呢度有啲影啊，呢嚿有個黑影，呢度有黑影，咁啊跟住嗰啲黑影去掘咯，係咪先去尋咯咁樣。咁啊美國好多啲公司㗎嚇，咁啊而做得最大嗰間就係因為據講就同阿伯係好 friend 嘅。Okay。同岩石堂佢哋好 friend 嘅，咁所以有呢啲 information 咁樣之如此類，咁啊唔知真定假，但係個關鍵就好快，真定假唔知，但係我直佢發好快就係全世界都知，一定發，因為經常都掘到好嘢，好啦，咁啊就當時嚟講就係有一班嘅尋寶啲海底尋寶嘅公司咧，就喺附近喺度帶住啲探險隊邊探險就邊尋，到最後咧就喺古巴西端嘅一個叫做瓜納卡比比斯半島嘅附近嘅海底。就發現了一個稱為分布很廣泛的巨型花崗岩的建築群。咁啊，將啲資料帶翻上岸，咁啊，跟住咧就引起好多人咧，就即刻派探險隊啊、蛙人啊、潛水機啊，咁啊，就走去就揾啲證據，就發現就證實咧，下邊一個好巨呢個大洋嘅底下咧，存在一個好巨大嘅城市遺跡。嚇！呢個巨大嘅城市遺跡喺海底度，而且當中咧建築物咧包括咗一啲巨大嘅金字塔型嘅建築物，有獅身人面像符式嘅金字塔嘅，唔係獅身人面像嘅形象嘅建築物，同埋其他古怪怪唔同形狀嘅建築物。啊，就知道啲英國啲咩石柱群嗰啲款嘅建築物。咁啊，而佢差唔多呢個遙遠過去嘅呢個地方咧，喺過去好耐嘅歷史裏邊咧，都冇據聞話有聽過乜嘢嘅文明存在過身喺度。即係喺個現代歷史有嘅認知嘅範圍裏邊，曾經呢度唔知會曾經有個文明存在過。所以話歷史咯，即係好有歷史啦，起碼都係咪先？因為喺我哋現有知嘅歷史裏邊，就冇人喺度住過㗎啦。而家揾到個海底嘅沉咗嘅一個建築群，一個城市，就肯定係。即係以前喺水面噶啦，肯定係先。每一開始喺海底起個城市啊，係咪先？咁啊，所以話呢個咧，可能係一個好遠古嘅一個文明啦。咁究竟有幾古咧？嗱，成個城市範圍都好大啊！啊，即係喺海底六百英尺深嘅地方嘅。六百英尺，哇！好深噶，即係沉咗落都好深噶。咁啊，佢當中咧喺嗰啲建築上面咧，揾到好多啲圖騰啊、古文字啊、壁畫啊咁樣嘅。啊！而同喺海底發現嘅古蹟咧，同喺上面附近嗰啲遺跡嘅形象啊，好多都好似咁樣，所以話會唔會係曾經呢啲文明曾經即係而家早前知喺附近住過嘅，可能曾經住喺呢區啊 move 咗嗰度咧咁樣，而家係唔知，因為發覺咧裏邊有獅身人面像嗰先奇啊嘛，再加埋有啲巨石陣咁嘅款嘅嘢，上面亦都刻有文字嘅。咁啊當時咧咁啊探險隊就係一味喺度查 check 咁啊，佢話。整個範圍都找到很多的圖騰和文字跟附近、啊、
秘魯啊、玻利維亞附近一啲嘅部族嘅標記咧，係好近似。哦，即係會唔會其實呢一秘魯呢附近呢度嗰啲民族分布呢個民族喺好耐以前咧，佢哋係同一個種族，同一個宗群，同一個族群，同一個宗祖宗嚇，曾經喺度輝煌住過嘅。咁啊，後期咧，六尋就飄散去到周圍附近咧，變成其他唔同嘅部落民族咁樣咯。明白。即係而家暫時佢哋估計係咁樣啦。哇！相對佢歷史係。都超級悠久咯，係啊，都超級悠久噶，嚇呢、這個可能都幾唔止幾千啦。係啊，但係佢哋係揾咗發現嘅時候咧，係其實揾咗好耐㗎，喺六十年代嗰陣已經知㗎啦。但係因為嗰時咧打緊仗啊，咁啊古巴危機啊，咁啊諸如此類咧，就變咗發現可疑嘅地區，但係當時冇著手去正式嘅發掘，係直到近代啲打撈團隊去咩先知道，咦呢度下邊海底有個遺跡喎、啊、咁樣，咁啊話就講到好誇咯，又金字塔有獅身人面像，有石陣群咁樣，哇成個範圍好大，好多建築物咁樣，究竟係真係咁嘅建築物，定係其他建築物即係其他穿作符加啲嘢落去咧咁樣就唔知道，但係肯定就係揾到個海底遺跡嘅。因為海底遺跡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曾經找到找過，尤其是在台灣，就是我們最近的台灣，現在沸沸揚揚的台灣，在台灣附近一個海峽附近下都找到一些以此前的城市遺跡在裡面，有很大範圍，但是就不知道屬於哪個時代 的文明了、只不過、有些考古家慢慢去探索、但是屬於什麼不知道，但是我們更等待他們公佈、因為他們有足夠數據才公佈的，而這個呢是真的找到個遺跡，但是個遺跡裡面是不是好像江湖傳聞有個金字塔有獅身人面像有什麼呢，就真的不知道，一日你未有所有的官方圖片公佈的情況之下呢，我們只是聽了哦哇是這麼多了，就是給這樣的反應算了。難一點的，還有在海底浸了那麼久，你驗到佢幾年歷史都成問題了。那至少我們要根據地形去判斷有 一個基本歷史，因為幾多年之前，幾多萬年之前，這個地區是在水平面上面的、形成海洋之後是幾多年呢、就是我們至少可以推斷的話，就舉過來、如果這個海這個水平面曾經是陸地的時候已經是一萬年前的話，那我起碼至少知道這個建築群在一萬年前就已經起了，但是有其再幾耐之前起就不知道，因為它一萬年前就沉了，是不是、所以即係可以至多判斷到喺沉之前係幾耐以前起咯，明白啊！所以佢哋而家推斷嘅話，起碼都有成六七千年前，因為六七千年前呢度都仲係海洋嚟噶嘛，哦、咁即係起碼六七千年前時嘅產物啊，咁樣係嘛先？咁、究竟係有幾耐唔知啊？總之而家就等啲科學家探險團隊慢慢去揾到公佈啦，係咪先？我都幾希望盡快公佈啊嘛，等我哋得個支持白下，係咪啲超古文明咧？係咪啲超遠古文明咧？我哋唔知啊，係咪先？咁啊，係咪亞特蘭提斯咧？我哋又唔知啊，係咪先？咁啊。不過幾有趣咯，可以咁講。有趣嘅、起碼知道獅身人面像咪淨係得埃及獨有。係啦，係啦。同埋真係獅身人面像呢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係幾神奇嘅一件物。係啦，係啦，係究竟乜嘢嘅文明，咩嘅族群會敬拜一個獅身但人面嘅一個生物咧？咁樣係咪先？因為你起得個用咗獅子嘅身形起一個人面樣嘅一個建築物，咁佢一定有 meaning 噶，唔係你起嚟做乜嘢咧？起咁樣，喂，會唔會未必嗰只係獅子啊？係啦，係啦，只不過個身形似獅子啫，可能唔係獅子咧，可能係其他猛獸咧，係咪先？我哋唔知噶嘛，係咪先？咁嘅乜嘢嘅文明，咩嘅族人用咁大嘅工程起到咁結整一嚿咁嘅幾嘢咧？甚至乎有啲人話。有啲咁嘅講法噶嘛，獅身人面像係一嚿圓嘅山石鑿成變成咁樣噶嘛。哦，有咁嘅講法噶嘛。成個鑿出嚟嘅，係啦，唔係砌出嚟嘅，係啦。所以啲人就嘗試咁樣嘅解讀，就係話佢成個山鑿出嚟。咁所以呢個山存在好耐歷史，所以經過幾萬年前嘅大洪水浸過，又幾咁出奇咧咁樣。咁所以即係眾說紛紜咯，但係冇一個專家可以 100% 證實佢自己所講嘅嘢。咁我哋變咗就綜合大家，你又講一句，佢又講一句，咁咯。我哋只能陀邊殼，剝住花生，咬住青瓜咁啊，吃瓜群組。我哋只能去做呢樣嘢，因為我哋唔係當事人，亦都唔係當事去考古嘅，但係我哋知道都係其實。
埃及古時嚟講都有河流，好多河流附近都有好多水河流噶嘛，係咪先？所以佢哋有族有船噶嘛，好多埃及嘅古墓裏面佢下低都發現係有啲拆咗嘅船喺嘅一隻船拆散咗撞擺喺下低咁樣噶嘛，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咁啊，究竟真相係點？我哋有期待就係我哋歷史學家配住一啲最先進嘅儀器，慢慢將啲真相呈現出嚟，話翻俾我哋聽，因為暫時好多人講過就係話，哎呀，啲水力運嗰啲石上去搬起嗰啲金字塔咧，好多個做法喺古代嚟講做，唔係喺現代嚟講成理嘅。喺古代嚟講，要真係咁樣做法嘅話，嗰河流嘅力量係咪真係做到呢？石頭啊，唔係發泡膠啊。係啦，真係可以用水力推個石頭上去都好啦。我當呢個係一個事實，但每一個搭位搭得佢切角嗰下就已經夠高係高啦。因為佢真係每一個直角都係好直，如果唔係每一嚿石佢唔會砌得貼得咁埋，個縫係叫無縫接合咁解咁滯。OK， 咁喺古代嚟講，切割工具切到咁工整嘅話，已經係一個好高嘅一個文明。仲用識用水運嘅所有，就可以砌到黐得咁埋嘅話，就已經係一個 amazing 嘅種。即係你想講，哇！五千年前五千年人可以拎到咁喎，咁你覺得呢個已經值得驚歎個文明啦，至少係咪先？但係點解後代如果五千年前做到呢啲咁嘅嘢，而家啲人應該越嚟越勁啫咁啊，係咪先？但係點解會消失曬咧？咁樣，因為你而家住喺嗰度嘅埃及人都唔係原咗嘅埃及人啦。係啊，即係有咁高嘅文明咁勁，即係等同我哋巴格達嗰、那個蘇美文明嗰、那個古電池，三千年嘅電池，三千年前公元前三千年前已經人識整電池啦。咁嗰啲文明好高啊！如果流落到而家，哇，已經係啲科技肯定超越美國啦，但係冇曬嗰啲人，走曬，係啦，去咗邊咧？係咪先？咁所以好神奇，永遠啲迷歷史迷團咧，仲未一解唔開咧，一日都好多話題性嘅咧。我哋旁邊又繼續講，哇，究竟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咧？咁。我不知道佢開，我哋要等幾耐先至等到佢解到啦。我諗相信都要一啲時間，因為至少要等人類不去打仗，多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先啦。你知而家咁嘅 moment 難啲啊。係啦，你知啊，人類而家最中意咩啊？打仗啊嘛。人類冇，只係人類閒來無事就係鬥，爭資源、爭地方、爭口氣，刀有得爭，乜都有得爭，乜都爭，乜都爭。啊！打餐懵嘅，咁啊受難嘅永遠係我哋民眾嘅啫，好悲哀啊！可悲。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咧，係純粹喺亂世之中提供一啲無無聊聊嘅笑談，娛樂下大家啊！俾啲冷知識俾大家，暫時逃離啊嚇呢個現實嘅殘酷，做一個比較虛幻啲嘅世界啊，幻想一下，咁啊開心啲。OK， 好啦，咁今集咧我哋係會比較。短少少嘅，半粒鐘左右，半粒鐘多少少咁啊，因為咧，因為我個工作時間係比較有限，你忙，抽時間錄，每次抽時間錄都相對地要比較辛苦少少，每次都好 last minute 嘅，好似今次呢集咧，錄完之後咧。即係第一次，即係呢個今日錄嘅錄咗三集係咪？第一集錄頭先錄完嘅第一集咧，係會將喺30號播，但係我哋就係只係30號嘅前幾日錄嘅。你諗下，我係即係我盡量抽嘅，真係好奇嘅。我準備有鬆動之時間去錄嘅時候，每次一咁諗親嘅時候咧，突然間就會彈啲嘢出嚟要我搞，唔係私生活嘅事。就是工作上面突然間攝一些 job 入嚟，咁變咧好啦，到我真係拖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發覺咦時間好敏喎，死啦！即係學你話齋，同時事一樣要擠啲時間出嚟，要擠出嚟啦，咁唔係點算咧？咁啊冇嘢出街啦咁樣，咁啊所以咧，所以而家重新等10號、20號、30號播嘅時候咧，就係減少咗集數，但係冇辦法，因為我真係做唔到咁多，咁啊唯有減少個集數同埋減少啲時間性。有 job 係好事嚟嘅。系啦，系啦，因为兴趣系需要资金去维持嘅，冇办法。我哋呢个节目系大师嘅兴趣而成就出嚟嘅，系啦，因为纯粹自我娱乐兼娱乐下啲同好朋友咁样嘅话，咁啊，所以变咗就系咁上下啦，将就下啦 ，OK。Okay. 好，咁我哋下次咧就下一个录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一个冥界传说。
啊，到時候同大家另一啲嘅啊鬼靈精怪嘅嘢咁樣啊，咁啊希望到時揾到啲嘉賓講下啲佢哋啲鬼故事咯。係咯，呢個最難嘅，因為呢個最難，最難係揾喺美國嚟講最難係咩？揾嘉賓啊，佢哋會驚，佢哋中意聽多過中意自己親身上嚟講啊，佢哋唔中意出鏡之如此類，咁變咗咧就好鬼麻煩嘅某程度上啊，咁所以冇辦法啦。好，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其他啲鬼灵精怪、古灵精怪嘅嘢啦。OK， 下次见，今集短啲，拜拜。